来来来来来来，毁天灭地，哎，还有湮灭戒指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哎呦，我操，差点了，我差点输了，我天！哎呦，差一点啊，差点啊，我天啊！哎呀，差一丢丢啊！哎呦，小伙子，差一丢丢啊！你还是百米一输啊！哎，有城，他还有两个。既然来都来了，把他收拾掉吧。哎呦！哎呦，这小伙子行，这小伙子异次元之门都会。这小伙子是这小伙子是小伙子，不追了。哎呀，这小伙子行啊，这小伙子是真行。哎呀，这也没，那这城得非丢不可喽。来来来，象征性的守一守吧。我看悬。我靠，什么？直接零伤亡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我天哪，这高手真是很多啊！哇，直接零伤亡嘛，我天，你怎么打的？我靠，那这种城谁也守不住。哎，这不送人头嘛，来来来，毁灭吧。至少让他没有用成转世重生。哇，这次神仙守不住。这不神仙守不住。地下城别丢就好了。花从这边这个地方，咱现在不会瞒呀。哎呦，从这边应该是这儿锤的。先回这儿，先回这个德肯什么什么玩意儿啊。把这个火灵球给他，火灵球稍稍更健康，来，火灵球给他走。你看人家这高手，高手就是不一样。哦，那就是上面你那个塔楼城在上面，咱们捋着网线去锤的。又来一个，你看这，哟，这个就是那个会时空之会异次元之门的那个。哎，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你来的你去不得，够不着，够不着，我在城里等你，够不着，我在城里等你，够不着，我在城里等你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赶来攻城啊。他应该是有这个胆量，你看来了来了来了，没来。哎呀，小伙子人不少。哎呀，这小伙计人不少啊。不过你还是走了霉运，揍他。哎呀，你看人均他内向暴力啊，你这他有那个加速披风啊，我靠，哇，这他比摩拉克爵士还摩拉克爵士啊，他人均加三速。祈祷。哎，镜像，他的镜像啊，算了，不镜像，来祈祷。哎，一刀。三到九个是吧？来，哎，
他跑不了啊，他跑不了就好办，他跑不了咱们就直接失明啊，先把他失明掉，现在就是一个人都死不了。一刀，现在开始聚灵啊，他跑不了啊。接着聚灵啊，反正是零伤亡嘛。来，接着转，笑话，没死，这个死两个，来接着转。还55个，来，再等一轮。你敢在城下和我决斗，你是真的很勇啊！搞定，哈哈，这个东西挺强，这东西挺强的。搞定，哎呀，土书，就这才复活61个骷髅兵，土书，走吧。不用留几格，咱爱丽丝也可以。这没地方东西可以打了，上面啊，咱们先把这个城拿下来吧。主要是咱爱丽丝她本身她也会这个时空之门，而且她还是末日审判，所以说她当这个救火队长，咱艾莎就慢慢推。那都给你，给你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要不要吧？你要不要？不要了，打他！一天能不能来？先上鬼风城，够不着，够不着，那说明你也够不着。好了，这些什么矿啥的，咱们就不占了啊！现在就已经是浪费时间了，咱们现在就快点打完。53个不行。哇，475点的伤害，见过没有？哇，17个狗，起，玩墓园必须得有这个智力啊，要不然你聚灵的话，你这吃不消啊。你要说有呢，他也不一定非得有，因为你还有个地下城。不战了，不战了，节约时间。要来，要来，要来，要大的要来了。你只要刹住车，咱就好办。我看你有黑龙吗？你没黑龙了是吧？没有黑龙了是吧？还是就这点人，还是带黑龙稳妥一点。我去买黑龙去啊，等着点啊。我再带上4条龙来，拿什么和我斗？拿什么和我斗？锤他，主力是吧？他人不多啊，你招魂也复活不了几个人啊！哎呀，搞定。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等着受死吧。不够3000好办啊，咱们把那强哥啥的一换它就够了。现在要是原版的话已经够了。就知道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哎呦小伙子。咱们现在有斗篷了，所以说咱们就不能再换那个频繁的换靴子，有点麻烦，靴子就先不整了。
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回去，一天这两个应该还都来不了，再给他一天机会。让我误入歧途是吧？鬼风，鬼风是谁呀？鬼风是你，出来。鬼风城，打他！哎，就喜欢你在里面。哎呦，这样应该是会踩地雷，所以说咱不动。哦，有瞭望塔。哦，你看这儿有的埋啊。哎呀，笑话，搞定，还浪费了一些骷髅兵啊！没事，这蜥蜴人在这攒着，必须得够3000个，我忍不了，必须得够3000。你说三千就三千，我说三千就三千，打他！26个，咱们现在有50%的招魂效力了，一天只能用一次啊，这个比赛规则啊。为什么勾呢？因为他开局给2500块钱，要不然是真赢不了，所以说我就勾了。然后现在就非常的恶心。这不就又有骷髅兵了吗？现在是50%的招魂率啊！要是原版的话，现在已经是100%了，现在已经是100%的招魂了。我看哪还有人，我就弯一点过来。这边的小怪物啥的，咱们凑一凑也差不多。把强哥买一下。也差不多，行，回凑骷髅兵去啊！那他什么时候他只剩一个城，咱们就锤他。不是这图没效果，是我勾选比赛规则导致他没效果。哦，那应该是没成了。咱们开始合计合计，攒上3000，带着打仗去吧。乌鸦城，你拿这个洞穴人转骷髅兵，其实是赚的，其实是血赚。来上这里，弄这个小怪物，其实也是血赚。来，开始动员，来回这个全灵城。他都比骷髅兵便宜啊，买就完事儿。带上这个雅典娜，买点丢丢。好，回去换骷髅兵。这又换了600多个，这里60。强哥不要了，全换骷髅兵。
有点亏啊，我应该买不升级的，没事换了，不要强哥，这样就将近2000了啊，这样将近2000，咱们再攒一段时间差不多了啊。再一群蜥蜴人，咱们打了就有。这个坟地，我看16个行尸来招上。我是真急眼了，这是不够啊！来，你替我回去一下。真又来个不怕死的。哎呦，这骷髅兵不少，我得亲自回去一趟。我得亲自回去一趟，这都是到手的业绩啊，不要白不要。我就带这些鬼王，我看就可以。来，这100个鬼王我看就行。来，够不着，够不着，没事，代步工具，打他。哈哈，哎，好，75个，不错。啊，又来一个，哎呀，你的骷髅兵是真好，来来来。真优质啊！来来来，白花花的骷髅兵来了。再抓点壮丁啊，这不有吗？来抓点壮丁。抓点壮丁回去啊！啊，我不信凑不够啊！你只要想凑，他能凑不够。哎，跟着跟着更好，跟着100%招魂。哎呦，哎，给我送骷髅兵的来了啊！我看多少人？哎，人不少啊！谢谢你的卓越贡献啊！骷髅兵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90个，又谢谢你的这个90个。哪边还有人呢？我看是哪边有个不怕死的啊，这儿这人不多，没事儿。咱2000多个了，现在是2000多个，2000多个。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白花花的骷髅兵啊，76个。好，再开始去抓壮丁。他不亏啊，这些兵他本来就比骷髅兵便宜啊，所以说你每周你过去买一下的话也是可以的啊，他不亏啊。来丢丢，然后直接回去。啊，这样快3000了啊，快3000个了。啊，现在是2500多个，还差500个，500个打着打着就有了。走，我看这强哥慈眉善目的，要不就直接转化了。咱们都生成正规军去打架，还差300多个，350个，打一架就够了啊。行，我们再现在回雅典娜。行，咱们再等一天看看。好，风调雨顺啊，他也不敢不风调雨顺。哎呀哈，还卡闪退了。
没事，他闪退得了一回，他闪退不了两回。好，风平浪静的一天。我看就直接上孤崖城，这也没有什么炮灰了，这都是一些大怪啊，这都访问了，都是些大怪啊。哎，大量，你攒的不少啊！来，到底的肥肉啊，100多个，哎呀！哎呀，你看冷不丁的他就有些野怪还活着，他就有些人还活着。来，看这边有没有活人？有没有活着的？这一看是寸草不生了，又来一个，来了。哎，我不信了，我不信现在没有活人啊！我看有没有活着的。哎呀，又发现一个图书馆。来了个送人头的了啊，给我送骷髅的啊，又开始来了啊。这不买点儿，这不12个又是来。哟，他是不是就这一个城了？不会吧？啊，不对，他有个港口城，他这还有一些港口兵，我看一下是不是。恶魔倒买不少，你听，是啊，他应该是还有个港口城，不至于这么快啊。来，完成任务去，来，回去。好，2700多个。2800多个了，抓俩壮丁就行了。哎呀，强哥，你这不合适，这才22个，有点少。哎，你就不要活了，再见，你去死吧，再见。好了，够了，好了，3063个，好了，够了。好了，够了，3000个了啊，可以推了啊。应该是这边有个港口城，我们去追，带着我的3000骷髅。我还得咱们尝试一下只带骷髅兵啊，咱们看一下，咱们只带骷髅兵去，来，然后碰见一个锤他，死20个没事，还有复活点没事，玩兵早点。光带骷髅还是有点太张扬，光带骷髅还是有点张扬，万一是吧？你看有个咱欺负人呢。哎呀，恶魔不少，我先打一架来。哎，亡灵杀手啊，混蛋！算了，你也不要活着了，再见。你也不要活着了。亡灵杀手，你挺会玩儿。哦，哎呀，不让我清静是吧？啊，结束了。